背诵。米娅桑安安，现在我们在嘉义的三只小猪牧场。我们照一张相。不行，不能照相。好。观看影片前，请先打开西西字幕，可以有更好的观看体验。感谢你的收看，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今天礼拜六，好多人哦。丹田 ，Benny， 你终于认祖归宗了。哎，好大的噩耗。这个浣熊不行啊，你要工作啊。哎，那人要怎么过去啊？要怎么过去啊？后面我们。阿强啊。你想要挖蛋挖过啊？感觉如何？它好重哦，而且冰冰凉凉的，而且它会一直蠕动。你应该重视呢。我现在来到了民雄车站，这附近听说有一间鹅肉店很好吃。我们现在来到民雄吃鹅肉，那是四分之一的鹅肉，跟鹅肝、干米粉跟干面。吃完啊，吃不完的部分还可以打包外带。那今天就到这里啦。